那这次比赛真的就又真的是非常的盛大。那我们这次到高达220队，然后126个学校，这个大概是全国最大的规模了。那这次我们也特别邀请了几位当红炸子鸡的 UBA 选手阿巴西，以及我们的陈立生，然后一个是 HBL，一个是 UBA，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让一些小朋友可以慢慢的热爱篮球，然后就是当他们的榜样，让他们继续加油。就很开心，就是这次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参加小学篮球的那个嘉宾，因为毕竟自己也是从小从这个环境开始打球的，然后也过了那么多年，然后自己也有些有了一些成就，然后可以回来帮助这些学弟们。 好，今年的规模真的就已经非常的盛大。那未来我们会比较着重在希望更多的偏乡的队伍出来。那这次包括金门、澎湖来了三队，我们希望下一次有马祖的队伍，有绿岛的队伍。这是我们小学体总希望努力的目标，也就是基层篮球其实是要全面性的推展，而不是只有单一在都市型的学校。那我们这次还有包括一些。 非三非四，也就是不是偏乡，也不是都市，但它是不被重视的学校。那我们希望这样的学校能够多多出来比赛，然后能够发掘更多的好手，包括像这一次台中的平等国小，陈将双就是从平等国小来的。那希望有这样的球员能够陆续的为台湾的篮坛注入一股心血。